溜冰，骑自行车，乒乓球，风帆冲浪，击剑，转盘，沙坑，跷跷板，滑梯，秋千，火炉，扫帚，垃圾箱，水桶，拖把，自行车，警车，救护车，消防车，拖拉机。奶牛在吃草。一个男人坐在一把很大的椅子上。爸爸在办公室里打保龄球。他拿着一个大杯子。他躲在箱子里。做得好。